完了，这都技能了，我靠！好了，我试过技能了。帮我守下红呗。棒估计没了。试过技能了。本来我是想升一技能的话可以去反击门野怪，但是有点难看。没有反我野怪，还可以。居然不杀我，这老牛吓我了。应该不会死吧？完了，这博武是个高手的博武，太懂了。六六六六。不会说话，少说点话，别丢人现眼的。这把我看一下，这把。这龙的话，天赋不强好了。那说话不动脑子一样，自己干干嘛？可以建筑不生产了，兄弟们可以想想子弹啊，兄弟们可以想想子弹。这木砖的话有点那个啥，有点吃队友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是还好吧。对面这龙的话比较喜欢打叫号的，只要他们远不到我，他们炸了。
这后裔已经不是 delay 的后裔。
而且我们这轮没有爆发，没有六人没有爆发，然后对面讲走就走的，这就是我们这轮的缺点。看，直接被拉走。拉走就没了，没办法，真的，这亚雷切人切不死人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龙的缺点，我就过了这龙的缺点，就是很明显的，没办法的，这龙的缺陷就这样。我吃了大多的伤害，但是队友只有哭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就发现伤害我都吃满了，但是队友还是留哭了，这个是难，这个阵容的难点。如果中单甩个王道君的话，我们还有的打的。他们浪的话还有机会，看他们这样浪的话还有机会。再浪你过去，再这样浪的话就有机会了，兄弟，嘿嘿，掉土了。他们要是这样再这样浪的话就有机会了。后期的话，是我也是挺逗的，然后牛帮露起来也还行的，然后那个只要那个什么，只要那个飞在浪了，下方应该有闪现的会员。动我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打不动我了。这搞笑，真的是。在搞笑吗，兄弟？你在搞笑吗，兄弟？这叫笑，真的是。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很牛啊？飞来飞去，觉得自己很牛似的，好像。真的搞笑。他们前期打得这么好，非要浪，真的是笑死我！打不动我们了，不用慌。打不动我们了，
他妈这都能翻盘，是他妈搞笑吧？这个这个飞真的搞笑啊，真的是，真心的这个飞搞笑，好吧？你们自己明显感受，这个飞像个人机一样，一直送节奏啊，这个飞啊。